事以孝为先。原来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回来照顾太妈。钱财乃身外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要等太妈死了才分得到钱，你们那么开心干嘛？我们当然希望你太妈活久久。那你们就等久久吧。有儿烦恼啊！百岁大吉，2月2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频道。